你好，我是雅蒂斯，这是会员的感恩睡眠冥想，帮助你在睡梦中让潜意识与感恩之情同在。感恩之情为何如此有效？原因在于它能够打开惊人的力量，使你放下更多负面状态，重新获得新的力量。潜意识能够专注在积极状态之中，而非消极思想上，从而吸引更多的丰盛。想要回归幸福，其实只需要由内心由衷的去感恩，让自己的潜意识一遍又一遍的做出调整，养成习惯，真心感恩。即使只是一件小事，都能帮助你的生命真正的回归你想要的幸福之所。好，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让自己准备入睡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。轻轻闭上眼睛，让自己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释放所有想法，只是专注在呼吸上。允许这个声音引导带领着你，再一次吸气，呼气，感受到你的身体越来越放松。感觉到舒服，这一天已经结束。到了此刻，已经没有什么还需要你去担忧或思考，所以只是放松下来。放下所有外在的想法，在这里只剩你自己和轻松的入眠。当允许自己更多的放下放手，这能带来真正需要的转变。当你越放松，你的潜意识越能够接受。再一次吸气，气息流入，呼气，气息流出。单纯的享受在这里。放松。让自己身心都在这。思绪停留在自己呼吸之中，让自己保持呼吸的节奏，轻柔、缓慢，让自己的思绪只是专注这个声音。你变得越来越放松，
舒服。再次呼吸，当你聆听我的声音，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你自己的身体、衣服、被子，接触你肌肤的感受。这种触感非常放松，完全的理解这种触感。在这个宁静的房间里，舒适的躺着，或是你舒服的窝在被窝里，拥有舒适的床，这样真的很好。平静而放松的感受，并不是真正每一个人都能拥有。感恩此刻的自己，很幸福。现在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，当你吸气时，感受你所有的肌肉正在释放紧绷。放松。很好。感受很深的呼吸。鼻子带入气息，气息顺利地进入胸口，舒张肌肉。呼吸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如此平顺的。感谢此刻的自己很幸福，能够拥有自在的呼吸。你正在接收着祝福，带着感恩的状态，允许气息流入，帮助你更多的放松，享受这种呼吸。释放所有的紧张，能够更加的放松。这样真的很好。感受你的眼睛，感谢它一直在帮助着你。然后放松眼睛，留意到你的嘴巴、牙齿、喉咙，感谢它们带给你品尝以及沟通、谈话。谢谢它们。然后放松他们。感谢耳朵赋予自己美妙的听觉。放松耳朵。在这里你很安全，很舒适。你的身体获得了很好的支撑，当你越来越放松时，我想知道。